中原时间11点整。哎，讲台语我怎么听啊？厝兄弟，彼当阵就要上京户口，个人骑一只马，骑一只马，对方的马，千里马的马，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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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突然间搬杆搬山过岭，已经两马两日了，心情有当只疲惫，突然间马停住了。谢谢。耶！这个时阵，兄长就出声：“老帅，阿在红山野岭又阁无客栈，阿打是要安怎？”小弟费玉清就讲：“兄长，切不着急，我在前面有一个庙寺，一定会予咱过明冲击解决咱的困难。”因兄弟两人直奔庙寺，轻轻推开一个庙门，小弟费玉清屈指一算，珠跳银毛，杀马加走。哎呀！大叫声行动，出奇 M K 叮当，绝非神的，但是临川主主危机两情啊！行动，接下来是到特殊才艺的部分了、啊。两位先给我们来一点热闹的歌曲，对吧？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学怎么样弹吉他，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呢就教一个简单的，嗯嗯，对对。因为如果很多人想要学吉他的话，可以从基本的入门。基本入门啊，基本入门呢，先学到吉他里面的第一个 chord， 第一个和弦，就是 C major， 哎呦，大调的 C 大调。然后很简单的话，大家很细心看一看哈，是这样子的，一直都是在这里，一直都是在这里，那时候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音啊，杜德伟示范。什么音？这个叫多啊、哦，多的音，一个 chord 就可以唱一首歌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而一直没有一点的情，一直没有和他多的真奇怪，真奇怪。基本吉他入门，基本吉他，再来呢就更难了，因为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换 chords， 换开始换了，大概有一有四个二三四，哦，这个是真正吉他叫四手联弹了，哇，对，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啊，这个是一首英文歌，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叫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好，没有，没有弹奏也没有那个，只是歌词不一样。Dream, when I want you in my arms, when I want you, and all your charms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It's dream. Only make you mine. Taste the lips of wine. Anytime, night or day. Only trouble is, gee whiz, I'm dreaming my life away.怪了，你们刚刚排的后面这首歌是为主，对，后面现在只变一，把它变成结尾了。那别人听不懂，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下次再来补救了，鼓励一下啊！谢谢谢谢。接下来看一段武术表演哦，这就不是开玩笑，欢迎任贤齐小齐哦。小齐这是正宗体专，哎呦，哇塞！听说您是这个浙江省金华县的人，哦，是金华火腿，我是万峦那边来的。哦，万峦哦，还是本土的比较香，还够粗啊。哎，鼓励一下，欢迎小齐的表演。
干啥？你们干嘛那么害怕？哎呦！好，哎，有一套，哎呦呦呦呦呦，好哎，哎，他们刚刚都退到后面去，这个刀子能不能切水果什么的？应该可以，所以我们就要来试一试看。在这边好像没那么好混呢、啊，我们不仅要用这个，你们总经理的好不好？你们总经理的这一条龙啊，我们现在这样，你是真的能不能？你不要切到龙为主哦。要不是把龙要在一个招式里面一反身啪，然后切到这个才厉害。你那个眼睛一直盯着西瓜，从头到尾盯着西瓜。好了，鼓励一下。不过我是相信，你看他这个，如果说从脸上画过去，很可怕，讲真的很恐怖。而且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他以不伤龙为主，你看都没有割到龙哎，没有割到龙，真的没有割到龙啊。对对对，其实我是就是以这个西瓜来谱一个吉凶跟未来，结果没想他真的没伤到龙，真的没。那可见我们的节目还这一条龙还会生龙活虎。好，表演的不错，接下来该我们陶晶莹了吧？你好，我要表演那个，就是用其实平常我们生活里面的玻璃杯、玻璃瓶，放水，就是小时候那个什么课啊，自然课就有做过，有不同的音阶可以就是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对对对，郭子乾，你为什么不帮忙呢？真的是郭子？对啊，郭子乾，恐怖啊！恐怖。好，世界名曲，预备起。哎呦，哎呦！你疯了。哦，这是个很好的教材。哦，阿恒呢？我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台湾民俗的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那个好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啊，但是以前呢、啊，没有电视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只是听一些广播剧，是公播电台啦，哎呦，公播电台啊，因为呢，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因为以前没有电视嘛，所以说每讲到一个故事的时候，他都必须要有一个音乐配乐啊，所以说蛮复杂，蛮奇怪。哎呦，这个配音这相当不容易、啊。拉贡哦，阿德拉做音效，但我需要一个助手。助手需要谁？我小齐。好，哎耶。可能不够。还要杜德伟，杜德伟，广播剧，宽是吧？中原时间11:00。哎，讲台语我怎么听啊？厝兄弟，彼当阵就要上京户口，个人骑一只马，骑一只马，对方的马，千里马的马，紧，突然间搬杆搬山过岭，已经两马两日了，心情有当只疲惫，突然间马停住了。
谢谢。耶！这个时阵，听众就出声：“老水，阿弟红山亚林又个无客栈，阿打是要安怎？”小弟会有劲的讲：“兄弟，切不着急，我在金边有一个庙寺，一定会给咱过明冲击解决咱的困难。”因兄弟两人直奔庙寺，轻轻推开一个庙门。小弟费玉清屈指一算，珠跳银毛三百加走。哎呀，大叫声行动，出奇 M K 叮当，绝非神的，咱们是灵抓住住，危机两切啊！行动。无这种声啦，阿伯啦，啊，还没到马声呢、啊，阿伯，哎，这个马蹄已经坏掉了。小弟讲罢了。咱也无选择的余地，也只好如此。这个时阵，兄弟各人找一间厢房准备休困，一步一步踏入去阁楼。哎呀，这个时阵风云变色，雷声四起。收细声，搁较大声，较大声，较大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此时雨愈落愈大，雨愈落愈大。此时传来一阵笑声，优美的笑声，张飞感觉真奇怪。三更半夜，怎会有欠笑声呢？这时阵，伫凉亭内看见了一位姑娘正在分销，一音一声凄凉哀怨。这时张飞心想：在红山腰里竟然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张飞此时心头升起邪念，莫非是天意啊？又大笑大笑三声，哇！啊啊啊啊、突然间，一位姑娘头壳斜180度转向张飞，轻轻讲一声：“鬼阿声，我好水吗？”“哎，我好水吗？”哎呀，我阿我，此时，张飞连退数步，大叫一声：“小弟救命啊！我先走了。”紧张，刺激！张飞看见是人也是鬼嘞，张飞此时心是命丧风转嘞，小弟费玉清又解如何解救伊大兄嘞？着低魂药切不作是阿黑俱乐部高金论坛第二章，不归路路路。看到没有？好，鼓励一下，谢谢。